长沙湾兼善里41号地下 A1、A2 及 A3 铺。A1 铺为单边铺，建筑面积约200尺，铺阔约27尺。A2 铺建筑面积约220尺，铺阔约8尺半，深约20尺。A3 铺建筑面积约370尺，铺阔约13尺半，深约20尺。每个铺位各自设有来去水及洗手间等配套。三个铺位为相连铺，位处兼善里及昌华街交界，属于传统民生旺段，附近旧式唐楼密集，同时亦比邻多个新型住宅。附近有学校及体育馆，尽揽区内民生需求，为区内饮食旺段。物业亦相邻长沙湾工商区，受惠于上班一族消费力，令该区租客不愁客源。兼善里附近有多个收购重建项目正在进行，项目将发展成私人住宅，估计将会为区内带来全新面貌。另外，活化工廈政策刺激长沙灣工業區加快轉型，區內多棟工廈部署重建，未來寫字樓及工廈樓面供應超過266萬平方尺，令長沙灣逐步轉型成為商貿區。市建局今年年中亦再提出重建長沙灣兼善里項目，透露目前深水埗小區規劃方案正在詳細設計階段，涉及市区更新范围达到16万平方米，规模相当巨大。铺位现正放售 ，A1 铺交吉出售叫价1200万 ，A2 铺租客为茶饮店叫价980万 ，A3 铺为车仔麵店叫价1600万，合并三个铺位购买可享特惠折扣。盛滙三大保证买铺计划，保租值、保租客、保租金，欢迎联络我们。